乔近期鲜少有作品和大家见面，不过他仍会在社群上和粉丝们分享生活。不过近日就有粉丝发现乔乔近期发文没有以前频繁，对此乔乔13日也发文解释啦。他先是表示因为太少发文，越来越多人关心我最近好不好，毕竟我前几年真的发得很猛。他也回应粉丝说道，我很好哦，因为决定认真体验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所以和自己奋力工作的那一面保持一点距离，低调充实，很喜欢这个版本自己，让看完后的粉丝们纷纷在留言区表示安心，终于发文了，直呼乔很好就好，更喊话乔乔期待会有新作品和大家见面啊。Bye.